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拉巴拉法国。今天我们来到香榭的路易威登总店，来看一下正式解封后的逛街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吧。由于跟以前不同的地方在以下几点：首先，进门必须要戴口罩，在门口排队的时候呢，就必须有店员一对一的服务领进门。喜欢的款式呢，不能在身上试，只能拿在手上。包括试鞋子，也要穿在自己的袜子，再套一双新的 LV 给的袜子，才能踩在鞋子上。另外，以前服务非常周到的 LV， 现在也没有任何的饮料水赠送。听说连 LV 自己的员工，现在也就是每人发了一个保温杯，自己带水来喝。第一次感受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只能用手接触碰一下，因为手之前已经消了毒。店里呢，只有真金的首饰才可以佩戴在身上，因为真金是可以消毒的。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